Hello，魔兽世界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。六月份的战系里商战又有更新了，那我们去看一下商战都更新了哪些好东西吧。完成本月的旅行者日志，就可以去开启商战的宝箱了。一只紫色的鹦鹉周旗和1000点的兑换币。和右侧的 NPC 对话，可以看到本月所有的可以兑换的商品。第一个就是镜中战马，一只绝版的战友招募的奖励周旗。造型相当凑合。第二个也是坐骑，皇家群聚者的缰绳，名字挺长，造型有点猎奇，皇家的品味咱理解不了。板甲幻化套装，这个外观不能说普普通通吧，反正就是丑。巴茨沃斯，一只小蜜蜂宠物，有点可爱，攻击动作又有点凶。下面是长柄幻化、法杖和匕首幻化。研磨者的宝珠，头部的幻化外观，所有的职业都是可以用。幻化后两只眼珠子也会冒火，到位了。还有其他的一些幻化。个人主观觉得本月值得兑换的就三个：镜中战马、蜜蜂小宠物、研磨的宝珠。你也可以把你的看法打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。下面分享一下我快速完成的旅行者日志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推荐25个团队 BOSS， 它是包含所有怀旧团本的 BOSS， 包括 MC、BWL 等等。15场的小宠物战斗，这个只要打败主城的一级的小宠物也是可以完成的。对本月商战物品有兴趣的小伙伴就赶紧行动起来吧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给个1键3连哦。下回见。